感觉今天在这边学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然后看起来也是真的对未来会比较有帮助，然后可以真的去让我印象深刻的课程，很棒。谢谢。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就是可能现在在学校还不会接触到，但可能这些知识都对我们以前非常有用。然后我觉得特别是今天下午的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因为虽然早上都是一些就是讲概念，就是这个比较让我们真的实际体验到了就是市场上会遇到的问题。今天的营队让我学习到很多新奇的知识，就是你觉得你平常有在接触，但是其实你来这个营队以后才会发现就可以了解更深入。谢谢大家。我觉得今天最有趣的经验是下午的模拟，因为可以让我更了解市场上是如何运作的。哦，能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就是到这样子一整天下来，我觉得下午的这个活动就蛮有意义，就是这个东西在家里就不会体验到，然后也是可以让我们更直接去了解企业管理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还不错。是教授们都很用心的在给我们他学习过的知识，然后尤其是下午的这个实际操作让我觉得获益最多，因为就是单纯上课听跟你真的实际操作下来真的会比较有吸收到的感觉。对，然后也遇到了很不错的朋友们，然后也在同学们之间学习到很多。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让我学到很多跟管理有关的一些概念或知识，因为我之前对管理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今天听过这个今天参加这个营队之后，我觉得让我对管理有更多的认识，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也都很有趣，也都很有意义，让我学到很多东西。那经过今天的管理课程呢，我觉得我成为了一个更会管理的人。那关于整个公司的运作，还有如何跟党内组员一起合作，让公司逆转局势，怎么让公司赚钱，让股东赚钱，我学到了很多决策的技巧，还有如何及时下决策，说到底要下一步是该升该降的价格，还有成本之类的。从今天最后一题活动中，我们学习了如何经营公司，而其中经营公司需要非常多的数据演算，那这也是我需要加强的地方。这次活动让我学到很多，也让我知道了如何管理公司的方法以及它的决策。就是我爸妈都是学管理相关的，所以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对管理应该也会有兴趣，然后我高中学的也是管理相关，所以妈妈之前滑到这个课程的时候，她就问我要不要来上，所以我就来了，然后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管理差不多，就是蛮有趣，然后今天学到蛮多东西。我觉得今天最有印象的是最后一个课程，就是体验怎么当管理人，然后团队中会有我们四个人一组，然后就大家一起讨论说要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公司赚更多钱，然后利润比较高，这样。对于就是管理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然后还有专有名词的部分，以及在做决策的时候应该要有的胆量，还有那个判断力。棒，好，谢谢。